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我们今晚要为大家呈现的是2012“雷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的年度半决赛。今晚有很多的好朋友光临了我们梨园春的现场，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光临现场的朋友，有鲜香味浓更持久大桥基金的朋友们，欢迎你们。2012年中国肥料百强企业地肥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清真食品领军品牌天方食品集团的朋友们，欢迎各位，欢迎所有热情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光临梨园春，欢迎你们。亲爱的朋友们，在2012年的梨园春的擂台赛上，经过一年的鏖战，一共有22位成人选手和12位少儿选手冲进了年终的半决赛。从本期开始，我们将经过2场成人的半决赛和1场少儿的半决赛，共产生6位成人选手和6位少儿选手进军今年的年终总决赛。亲爱的朋友们，往舞台的一方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6张进入总决赛的通行证正在默默地等待着它的主人。那么今天是我们首场半决赛，究竟谁能够率先获取通行证呢？我们拭目以待。但是非常有悬念，也非常值得期待的半决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认识一下担任今晚第一场成人半决赛的3位评审。有请著名校星范军。校满中原第一人范军，希望我们的选手放松心态，把你的歌声唱响在梨园春，圆你梨园春之梦吧。来，有请范军评委，没错，有请。接下来有请黄梅戏名家吴琼。梅苑歌坛显风流，吴琼。2013年的新年刚刚到来不久，就来到梨园春来见证我们的半决赛，也给选手们说句您的心里话。来到梨园春唱大戏，不知谁会中状元，谁会中状元呢？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谢谢，再次欢迎吴琼。有请著名主持人白燕生。充满人文关怀和书卷气息的主持人白燕生。哎呀，大事儿又要发生了，所以燕生就来了。我真的是梨园春的老朋友了，十几年来大伙儿没烦，反正我每年到这个时候几乎都来。请梨园春的观众放心，选手们认真的唱，我们几位评委认真的听，我们给选手打分，观众给我们打分，您就放心吧。好，谢谢燕生，欢迎燕生，请入席。好，那今天的半决赛就正式拉开帷幕了。首先，我们要请出闯进半决赛的首场的11位选手隆重登场。这11位选手就会想到两个字儿：实力，个个都是实力派的唱将。所以今晚可能是我们这11位选手在这一年中遇到的最激烈的一场比赛了。那么，我想在我们的比赛之前，首先让我们用掌声为这11位选手鼓劲儿，加油！加油！好，那今天的比赛呢，我们一共分为2轮进行。那么在第一轮当中，他们将分成5组，另外有1位选手他将成为1位轮空的选手，2配对进行 PK。 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现场的抽签。我们的抽签顺序呢是按照年龄来进行的，我们先从最年轻的这位选手开始。好，最年轻的一位选手开始来抽签。好，你说开始喊停就 OK 了，好吧？开始，停。田楠，2号选手田楠。经过现场电脑抽签，11位选手最终分成了5组进行第一轮的比拼。
抽到11号的蔡成海成为了幸运的轮空者。用热情的掌声来鼓励一下这场上的10位选手，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希望他们能够赛出好的成绩。那现在比赛就正式开始了，首先出场的是1号选手，来认识他。大家好，我叫赵文博，是河南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在学校学的是绘画专业。几个月前我第一次参加了梨园春的戏迷擂台赛，经过几轮的角逐，我和两连冠擂主周雷达站在了 PK 台上，很遗憾。最终的结果，周雷达5220分，守擂成功。成雷，虽然票数相差不多，但是只要是比赛就有输赢，我只能接受现实。现在呢，我又迎来了我人生当中的2件大事，一个呢是参加全国的研究生考试，一个就是我们梨园春的年终半决赛。这2件事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我相信人生嘛，有付出就有收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更相信，我一定会有一个辉煌的人生。其实今年啊，赵文博真是这个星光闪闪的一年。没错，给大家讲一讲今年收获。参加梨园春的年终半决赛，还有参加全国的研究生考试，然后明天就考了，我今天晚上还要赶回去。啊，我们掌声为他加加油！今天要唱的精彩，明天考试也是这个。来，我们通过短片认识一下和赵文博对阵的选手。嗨，大家好，我叫田楠，我来自河北邯郸。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戏曲，能参加梨园春的半决赛是我最大的愿望，当然实现的愿望非常激动，也非常高兴。我会用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回报大家，同样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谢谢。这时候赵文博还没有出场，大胆的预测一下，你们俩谁能胜出？我估计是我吧。估计是你，很自信的认为自己能够胜出。那我们也听听赵文博会有什么预测。来来，欢迎赵文博。赵文博再次回到舞台上。文博，听到他的预测了吗？田楠很自信的说：“可能是我。”你觉得呢？哎，你也来预测一下。是我。嘿。是我，就我。最终，我们要把这个决定权留给了我们现场的观众以及3位评审。好，现在我们先请现场观众做好准备，请打分。好了，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每位观众是1分，每位观众代表的分值是1分。好，最后2秒钟，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打分，马上揭晓。赵文博
257分，田楠208分。好，赵文博暂时领先。没错。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三位评审的意见，来先点评一下我们的两位选手的表现。一号，文博，大学生，咱豫剧叫二本嗓，我愿意把它看成是半假声，真声和假声的转换，我没有找出结合点。这是在唐派的演员当中，无论是专业还是业余当中，这是不多见的。表扬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啊，确实是你有一个非常好的那个假声，但是我对燕生刚才说的那个真假声，其实我听出来你有一个真声没有挂住，真假声他在那个挂到真声的时候，你还是要欠缺一点，差那么一点点，那个真声给我感觉的不够真，不够下沉，这是我听到的印象。但是你这一段唱的是非常好，而且你这种阳刚的气质，我都非常喜欢啊。然后就是田楠这个桑派啊，就是说我是觉得你的唱功还是很好的，你的嘴皮子是比较好，但是呢听起来不够清晰，就我努力的想听见你唱的是什么，但是我还似乎就是不是能够准确的猜到你唱的是每一个的词，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有点遗憾的。冠军评委，二位老师刚才点评的都很到位，我觉得一号赵文博，明天你考试啊，绝对会有好成绩。为什么？今天彻底放松了，在舞台上你前期的让心态这样的洗礼以后，明天你考你的研究生，绝对是一片飙红，啊！以后你上挪大学，我跟你说，让你随便选。哎，加油啊！明天祝你考试也取得好成绩。好了，接下来三位评委，请亮明你们的观点，支持谁？好，首先每投一位的票就是100分。来，燕生评委，支持的是一号选手，为赵文博加上100分。吴琼评委，支持的是一号选手赵文博，再为赵文博加上100分。范军评委支持的是赵文博，赵文博加了300分。我们来看看最后的得分情况，赵文博557分胜出。恭喜赵文博进入第二轮的比赛，同时也谢谢田楠，祝贺文博，谢谢田楠，加油。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断片认识下一位选手。大家好，我是来自洛阳的赵丽伟，是一名小学教师，十几年的教学生涯让我感受到讲台的神圣，雷响中国勾起了我对梨园舞台的向往。8月份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登上了梨园春的舞台，站在绚烂的舞台上，心情无比激动。面对那么多热情的观众朋友和自己喜欢的艺术家们，不免有些紧张。当时发挥的不是太好，不过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我一定会把自己的实力证明给大家，让大家认识一个全新自信的我。老师好，老师好，你好，欢迎老师再次回到舞台上。赵老师做了十几年的教育工作，从讲台走上舞台，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最大的不同，我觉得，那么平时呢都是面对呢那么小的小孩子，今天呢坐在这么多的艺术家面前，我觉得非常的紧张。赵老师啊，你得迅速转换角色，这儿不是讲台了，已经是舞台了。这个家是哪儿的？洛阳的。洛阳的得嘞。
罗老师安闲了。咦，那乡下汤面脚挺好吃的。哎呀，还有酱面条嘞。那是啊，那呀，那呀，你咱罗老师一说话都说木那，木那，我跟你说，照死你烫着铜眉着。木那，你看见白先生老师，我跟你说，你紧张啥？白老师人挺好着。哦，今天我说一会儿你唱好，我说今天晚上你通家资助了你。今天我们都是你的学生，你是教几年级的？我教小学三年级。三年级啊？三年级，你咋都当成九岁都多？俺都是你的学生我。学生我，你不要紧张。谢谢大家，准备一下，也许会进入下一轮的比赛。好。一起来认识接下来和赵立伟对垒的这位选手。我叫鲁威，来自北京，我是唱着京剧走上梨园春的舞台。比赛之前呢，我有些顾虑，听惯了梆子腔的河南观众能够认可我的京腔京韵吗？当我和王淑珍老师站在 PK 台上，史无前例出现了评分的时候，我心里头忐忑不安，没有想到中原的观众和评委以他们宽厚的包容给予我们同时晋级的机会。现在我站在这里，就是想把我更多更好的才艺展现给河南的父老乡亲。我爱你们。选手鲁威，一段京剧程派名剧《锁麟囊》唱的是如此的享受啊！是，每次见到鲁威，印象就有两个字，特别的清秀。没错，清秀清新、啊。鲁威已经不止一次的站在了梨园春的舞台上，怎么着也该找着点豫剧的感觉了吧？你能不能试试唱一点点豫剧？唱的不好。来，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来两句。还没听过鲁威唱豫剧呢。这方面是什么样的？给大家唱两句那个马派的《穆桂英挂帅》。我门外那三声炮，梧桐雷震，天伯府里走出来我包过尘。哎呀，这还是程派的韵味十足。是啊。其实听到这出戏我们都很有感慨和感触，因为穆桂英挂帅这出戏啊，就让梅先生和马老师结缘。没错，因为这出戏啊，梅先生收了马老师为徒，在艺术上给了马老师很多的指点，同时梅先生也根据这个豫剧的穆桂英挂帅移植了京剧的这个穆桂英挂帅，所以通过这出戏我们能够感受到不同的剧种之间、艺术家之间相互的交流、借鉴和融合。是啊，这段故事也被传为佳话。哎，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次请出三号选手赵立伟。好了，接下来那么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请大家做好准备，请打分，请打分。好，一共十秒钟的时间。好，一，哎，打分结束，最终的结果是赵立伟192分，鲁威273分。来，鲁威先祝贺一下啊！祝贺鲁威。观众打分之后，鲁威领先。那么鲁威能不能把这个分数一直领先到底呢？我们要看一下三位评审的意见。你的这个声线哈是非常的流畅，这个上下很畅通的，音色也是蛮好的。但是呢，那个发声它用在我的这个黄梅戏里面，我就要让它转换过来。如果你不转换过来，那种声音让我明显的听出来，还有民歌的这个音色在里面，我觉得就不是非常理想。况且这个石太君的霸气也没有，所以你要是唱的那个清灵灵的
水来。那就比武，那要唱黄梅戏的为救李郎离家园，他就有这种声音在里面，是吧？所以我就这种转换还是需要一些技巧和你要去找到一个方法来嫁接他的，这是我对你唱的一个印象。鲁威，我听你一张口我就知道你深受张火丁的影响，一定的，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艺术家，但是力音不够足，尾音似乎也没有足够的气息让它支撑，我觉得是紧张所致，我相信你私底下一定比现在唱得好，祝福两位。谢谢三位评审，接下来各位良民观点到底支持谁？好，支持的是三号选手赵立伟，加上130。哎，我们请吴琼评委亮明你的观点。支持的是四号选手鲁威，为鲁威加上130。好了，两位现在的分数，我们看一下，赵立伟现在目前的得分是292分，鲁威373分，暂时领先的是鲁威。验证评委，你这100分会给谁？非常非常的关键的一票，我们来看看，白验证评委支持的是四号鲁威，为鲁威再加上100分。来，感谢四号鲁威，最后得分473分，胜出。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福生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的现场。接下来出场的将是第三组选手了，首先出场的是谁呢？一起来认识他。我叫张金蕊，来自甘肃嘉峪关。您还记得上次一边卖肉一边唱戏的大楼貂蝉吗？那就是我。从上次梨园春比赛回来之后，好多朋友都非常支持我，而且我的生意还特别火爆，最支持我的就是我的父亲。很不幸，我在19号接到梨园春半决赛通知之前的18号晚上，父亲因病去世了。我在梨园春打擂的时候，我父亲已经看到了，他那时候他的身体都比较虚弱了，但是直到我那期比赛，他一直在电视机跟前就守着，等着看我的节目。看完我的节目之后，他就躺下了，就坚持不住了。我父亲就说是，到时候我要去的时候，你们就别哭，你就好好的唱两段，我就赢了。当时父亲出去的前一天，我真的给父亲唱了一段《我爱我爹》中间部分一折。当初唱这个戏的时候，我确实融入了当初那个情景中去，那就哭着唱着。我现在最想对父亲说的是，女儿马上参加梨园春的半决赛了，我绝对不会辜负您对我的希望，我会把戏唱好，永远唱下去。我能够看得出，因为距离很近，金蕊的眼里一直含着泪花，特别对不起，又让你想起了伤心的事情。因为那个金蕊和父亲的感情特别的深，父亲是金蕊戏曲的启蒙老师，也是金蕊最忠实的观众。父亲临走的时候都在我怀里走的，走得非常安详。金蕊哈，父爱如山。刚才那个短片中你说父亲的一句话，那我特别感动，父亲在临终前给金蕊说，孩子，我走的时候你们都不要哭，给我唱戏就行。子欲养
而亲不待，其实就是劝诫我们年轻人要在父母都健在的时候多尽孝心。爸爸对你说这番话，实际上是想告诉你，金蕊有这么孝顺的女儿的陪伴，父亲的人生是幸福的。他也希望你把这份幸福的生活进行到底。父亲生前时候不但是爱听咱们河南的家乡戏，而且特别爱听黄梅戏。我想请问吴琼老师，我俩联手一段黄梅戏。你想邀请吴琼老师和你共同演唱？我们征求一下吴琼评委的意见。好吧，吴琼老师，可以吗？来，我们掌声欢迎吴琼老师。小燕，你我好比鸳鸯鸟，鸳鸯鸟比双飞，在人间啊。金蕊啊，你能把这一段唱完，你的娘子还站在你身边，我感到太了不起了啊！我想问问那个吴琼评委，这唱这个戏不是唱了多少遍多少年了？有这样的包大人，对，什么感觉呀？头一回听到这么气势磅礴的董永啊！哎，虽然哈，我们不如这个黄梅戏的董永那么温柔，是吧？但是我们这包大人型的董永更有安全感，对不对？很粗犷，哎，甚至说很粗野。谢谢，再一次热情的掌声，感谢吴琼老师，谢谢吴琼老师。那接下来和张金蕊对垒的会是哪位选手呢？来，走近呢。大家好，我是来自许昌的王小丽。两个多月前，我参加了梨园春，成为擂主。从那以后，一下子我成了许昌市的名人。我26年没登舞台了，没想到重新登上舞台，开口唱戏，就能有这样的成绩。我这一次参加梨园春，我的选择太正确了。我失去了26年的艺术青春，我又在梨园春的舞台上找了回来。下面我要用我的演唱带给大家更多的欢乐，请记住我，大夯嫂王小丽。准备，请打分，请打分。好，10秒钟的打分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张金蕊对阵王小丽，看看最终的结果，观众打分会是什么样的。时间到，我们来看一下最终张金蕊观众给出的分数是243分，王小丽222分。啊，张金蕊暂时领先了21分吧。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评审的意见，我们听听他们对这两位选手表现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来，各位评审，小丽姐一直没有放弃你热爱的舞台，但是我今天要送你两个字，一定要放下。放下什么？放下心态。河南人这段唱腔，你的嗓子达不到那么宽的音域，达不到那么大的容量，因失利导，因利而为，
不要自己努着去唱，明明唱不了那么大，你有很多适合你的唱段，有很多适合你的唱腔，但是我支持你身上这种劲头，我支持你重返你梦想的舞台。这个女孩子的声音啊，唱出了那么粗犷来，真是我还是比较少听到，但是可能河南这边还是比较多的啊。总体上来感觉呢，就是说基本要素都是不错的，比如说音准呐、吐字啊都是不错的，相对来说呢，就是说唱的不够流畅自如吧，就是可能也是有些紧张，就是很多的东西，虽然你的音色给了我们第一个印象是个这样包公的形象，但是呢也不是一味的就是这样很粗犷的这么样一个表达，它里面还有一些起承转合的细腻的东西，我觉得在我的听觉里面没有更好的感染我。五号六号，我就实话实说了，你们俩让我很纠结，纠结不是因为你们俩的好，是因为你们俩今天不怎么好。六号，参赛谁都希望拿更响亮的、更大的作品来把观众镇住，但是我想说，适合自己的作品是最好的。河南人这一首对你来讲作品有点大，你支撑不了它，恕我直言，谢谢你们。好，现在我们请三位评委亮明你们的观点，支持哪一位选手？来，从范军评委开始。支持的是六号选手，王小丽。王小丽加上100分。吴雄评委，您的观点是五号选手。好，给向金姐加上100分。好了，那现在接下来继续让燕生评委休息。21分。没错。他们两位谁会进入第二轮的比赛？命运掌握在燕生的手里。我们来看，支持的是六号选手王小丽。为王小丽加上100分。最终的结果，六号选手王小丽422分胜出。祝贺小丽姐！谢谢两位，谢谢，再见。好，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认识下一位选手。大家好，我叫李雪山，来自鄢陵县，今年53岁。定能够拿到成功，真的随我愿。我很早就非常喜欢李元春这个栏目。2002年的时候，我有幸参加擂台赛，当上了169期擂主。年终的时候，栏目组通知我参加年终决赛，当时由于工作忙，没有时间参加，心里感觉到非常遗憾。这一次我又当上了李元春擂主，我就说再忙，这个10年了，我也想圆圆我这个心愿。决定咱们也要来参加这个年终决赛。满天星星，李思贝是来自甘肃的一名军人，2012年给我留下了很多难以磨灭的回忆，其中最宝贵的就是2次参加李元春的经历。在这期间，有压力，有责任，有坚持，有欢笑，有胜利，当然也有差距和不足。不过我是一名高原火箭兵，坚韧不拔是我们的代名词。在艰苦的环境中，我磨练出了追求胜利、永不放弃的性格。我会努力唱好每一个唱段，无愧于战友的重托，无愧于军人的荣誉。
小蜗牛，小蜗牛，爬呀爬，我爬不到头。终身无，来世我再也不怕。女四位，敬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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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太帅了，这身衣裳，我打小就想穿上这身衣裳啊，没能如愿。你看，没当过兵，这是我们的军营之花。对呀，李四贝啊，羡慕。之前做过文艺兵，但是现在他的身份是教导员。那我们设定一个情境好不好？这小战士思想上出了点小问题，是吧？拐不过来弯了。贾导演，你好好教育教育他，你看他真犟，他也转不过来玩。好，交给你了，贾导演。小战士，你莫要自暴自弃，听我来把情由细说端详啊！哦，不是我怎么是笑开了？这思想政治工作这样做倒是不错的，这教育的。我们欢迎李学山，李学山再次回到舞台上，有请。好了，接下来两位要接受我们现场所有观众朋友们的评判。好，请听口令，请打分，请打分。好，十秒钟的时间送给两位，我们来看一下。好，时间到。好，观众给出的分数是：李学山106分，李四贝359分。我们听一下三位评委的点评。来，有请叶声评委。八号，李四贝，特别好，你把那样的一种凄美和落寞都唱出来了。他的声音也很好，他声音好的不旧。很现代，很好。李大叔啊，这一段呢，我是觉得没有表达得很充分啊，在特别是在有一些行腔上面啊不够完整吧啊，我是这样觉得。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就是你们能够把戏的味道唱得这么好，我听起来特别开心。有请。好，无穷评委率先亮出支持的是。八号选手李四贝，李四贝加一百分。好，冠军评委支持八号选手李四贝，一百分。衍生评委支持的是八号李四贝。好，最终的结果，八号选手李四贝659分胜出。好，祝贺李四贝，我们谢谢李大叔啊。谢谢。好，接下来出场的一组选手都会是谁呢？先来认识第一位。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邯郸的马海霞。不到人长成人多英俊，想不到人继承王位成。我第一次。
是2012年我们梨园春的擂台赛上最明亮的一颗星星。是啊，八年来第一位三连冠擂主，我今天更为高兴，更为激动。我一上台手一直在抖，我看到选手们都给自己喜爱的老师都合作了，我就跟我崇拜的老师合作一首他崇拜老师的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怎么样呢，老师？哦，原来是这样一个愿望啊！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地太激动了，谢谢谢谢。我问你能给我打多少分？哎，军哥，评委就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好说，你就问观众朋友们吧。那究竟和马海霞对垒的是哪一位选手呢？一起来认识他。嗨，大家好，还记得我吗？我叫高飞，今年20岁，来自兰考县。上次参加了我梦寐以求的梨园春。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了电视大赛，其实当时我心里边也很紧张，当时我在前两轮还很正常发挥了自己的水平，我进入了第三轮，当时我碰到了已经是2连冠的擂主马海霞。今天这场较量非常非常的不简单，我知道他唱得很好，但是那一刻我并不紧张，我好像记得当时我唱了一段是张海龙老师演唱的骂声娃子少撒泼，我觉得是我发挥的最好的一次。当时打分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紧张，不敢看，不敢想，不敢听。当时观众给我的分数也给我很大的鼓励，但是最后还是输给了马海霞。最后的得分情况，马海霞5480分，再一次守擂成功。我相信我自己的实力，我很年轻，年轻没有失败。骂声娃子少撒泼，心心齐呀呀，火心要拼巧合。看他两地谁的错，掏掏心我把话说，咱掏掏心我把话说。谢谢高飞，亲爱的朋友们，在2012年度。梨园春戏迷擂台赛上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你俩高飞再次和马海霞抽到一组，你什么心情啊？实话实说。还有一天报仇的机会到了。他把这个舞台当做这个报仇的舞台了哈。狭路相逢勇者胜，那在我们舞台上是这个狭路相逢实力强的胜。有请马海霞。有请海霞再次回到舞台上，两位握握手吧。根本都没有想到会遇见，对吧？再次遇见，请打分，请打分，加油加油加油！好，时间到，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马海霞获得的观众给出的分数是132分，高飞3333。
接下来就要看我们三位评审的意见了。三连冠擂主马海霞和我们的年轻小伙高飞，三位评审会支持哪位呢？我们先来听一下燕生评委的意见。我相信一句话，悟性是天生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它可以被唤醒，但是不能被输入。两位都是有悟性的演员演唱者，至少在演唱上，因为他们俩一张口就能够把我带到那个情绪里，他们能首先感动自己，瞬间也感动了我。从演唱上他们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悟性，但是我们说有悟性再往上走，怎么能够唱得有层次，这就不是技巧的问题了，一定靠学养，靠生活的感受。啊，两位朋友从唱上面来讲我都是很满意的，就是听到了那种很入耳的味道。还有一种呢，就是刚才燕生也说了，就是你们唱的东西能把我们带进去，这一点是特别特别的重要。高飞，我觉得你要向海霞姐学习，她身上啊已经唱了很专业了，你的范儿还有点野，可能是没人教你，没人帮你。从今天开始，是吧？咱们就算认识了，有需要范大哥帮忙的，给你引荐引荐张海龙老师的，这是你的愿望啊！你得有愿望，我才能给你帮这个忙。我愿意做一个阶梯，或者成为你的朋友来帮助你。你从小很不容易啊，我看你的介绍，真的。来到梨园春，咱就是一家人，梨园春就是咱的家，认到梨园春的门啊，家里边这么多朋友都愿帮助你，好不好？希望今天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戏曲永远是你最大的胆量，是你幕后的脊梁，是你通往星光大道的一个宽阔的平台，好吗？谢谢。支持的是是九号选手马海霞，赢得了宝贵的100分。好，现在分数追上了100分之后，232分对阵333分，两个人大概还差100分。无穷评委，我们来看看无穷评委支持的是九号选手马海霞，又赢得了宝贵的100分。332分对阵333分，两个人只差1分，究竟他们两位谁会继续走下去的？燕生评委，你的答案是？最终的结果，在燕生评委举牌的一刹那，我们将给出大家一个答案，究竟会是两位九号和十号谁去谁留？亲爱的朋友们，好，大家安静，我们请燕生评委做出他最后的决定。燕生评委，你的决定是九号选手马海霞。恭喜马海霞又赢得了100分，以432分取胜，进入第二轮的比赛。祝贺海霞，继续走下去。高飞，我们掌声送给高飞，谢谢你，高飞，谢谢。亲爱的朋友们，经过五组的比赛，我们第一轮的比赛已经告一段落。一对一的 PK 之后，已经有5位选手成功的晋级到第二轮的比赛。好，在第二轮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也送一份礼品给现场的观众，好吗？好的，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非常的热情，那接下来有礼物要送给大家，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今天的幸运观众会是谁呢？来，转动起来。5、4、3、2、1、0。5排37号哪位？来，5排37号，来看一下，我们认识一下。好，5排37号，您将获得一份奖品，将获得由鲜香味浓更持久大桥基金武汉亚太调味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手机1部，同时还将获得翠酥香薯天方吃天方味真香天方食品集团提供的精美礼品1份。祝贺所有5排的观众都是我们的幸运观众。哎，大家都将获得由鲜香味浓更持久大桥基金武汉亚太调味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梨园春精美卡通纪念扑克1副。所有的一束牌也有一份小礼品送给你。哎，大家都将获得由翠酥香薯天方吃天方味真香天方食品集团提供的梨园春纪念画册1本。感谢大家走进我们的现场为选手们加油。您现在收看的是
2012雷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的年度半决赛。来，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分组情况。好，根据他们的胸牌号，从小到大自然六位形成三组，一号和四号是第一组，六号、八号第二组，九号和十一号第一轮轮空的蔡团长是第三组。他们将继续进行一对一的比拼，会胜出三位率先领走我们年度总决赛的通行证。好，首先进行的是第一组的比赛，有请一号选手出场。谢谢四号选手鲁威。我们将把打分的权利、晋级的权利交给我们的三位评审。好，二选一，他们当中就要产生今晚第一位晋级总决赛的选手了。好，最终的结果我们来看。冠军评委先亮分。冠军评委支持的是一号选手赵文博。赵文博得到一票。无穷评委。无穷评委支持的是一号选手赵文博。叶声评委，您的意见。一号选手赵文博，我们祝贺赵文博成为今晚第一位入围总决赛的选手。祝贺文博。好，另外的这位选手将获得由小刀电动车提供的电动车一辆。明天还有一场，文博，明天还有一场。谢谢，谢谢。加油，文博！文博，总决赛再见！总决赛见！加油！好啊！哎呀，现在总决赛提前开始了，真的真的，松了一口气了啊！现在第一位进入总决赛的选手已经站在了我们的面前，接下来第二组的选手，有请他们。
叹气嘘，到如今他对我没半点恶意，见上半亮牌，来验证评委支持的是八号选手李思贝，赢得一票，无权评委。八号选手李思贝，两票。反击评委支持的是八号选手李思贝，恭喜李思贝进入总决赛。好，另外的这位选手将获得由小刀电动车提供的电动车一辆。还不如我呢。加油，四位，再见，再见。好，今晚还有最后一张，非常宝贵的总决赛的公平票，它会属于谁呢？会属于谁呢？来，欢迎下一组选手登场。
男孩，一生娘吹三了，心头朝月，心头朝月。三张通行证会属于谁？冠军评委，请您率先亮明你的观点。支持谁？支持。来，告诉我们。一、二、三，亮明观点。11号选手蔡成海。蔡成海赢得了一票。接下来，哎呦，我们也很紧张。支持的是9号选手马海霞。1比1，现在一平，究竟是马海霞还是蔡成海？验声评委，你的选择决定他们的命运。我从演唱的专业的角度讲，实话实说，我想打给马海霞来着，但是我从情感上来讲，我想打给11号。其实他们唱的是水平是相差无几的，导演组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决定，不能让这两位同时晋级，我就交给观众。现在呢，请现场观众做好准备啊，请打分。好，时间到，观众给出的分数是马海霞126分，蔡成海339分。最终的结果，第三张通行证属于11号选手蔡成海。恭喜蔡成海！恭喜蔡成海进入我们的年终总决赛！祝贺，再一次祝贺！太难得了！欢迎所有的选手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舞台上，加油加油！总决赛，我们2012年度。雷响中国半决赛第一场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要进行的是成人组的第二场半决赛，还有三张成人的总决赛的通行证会花落谁家呢？下周同一时间，梨园春不见不散，再见。